去了趟闺蜜家，还以为他们平时都不做饭，家里都没有厨房用具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们家里用了这种小神器，它是免打孔安装，打开橱柜门贴上就可以了。上面有很多可以滑动的小钩子，平常不用的铲子、砧板、菜锅都可以挂上去，非常的牢固。关上门既不占用空间，厨房还非常的整洁，实在是太好用了。